天下杂志写得很专业哦，因为他显然有很多是主跑财经的资深的主笔，他点出了很多的关键点，包含了这几年的 iPhone 出货量的疲软，还有这个富士康的营收成长停滞等等哦，这些都是鸿海整个大集团的问题。那你能不能把它解读？因为他在他的企业集团有问题，所以就转到政治来呢？好，那我就是一个结论哈，就是说，这些所有一个大的企业的企业主要从政的这个问题，每一个企业主要转由商转政都会遇到啊。那美国有川普嘛，所以台湾的郭台铭也不用就是那么的惊讶，就是哎，他要选总统，刚刚他已经宣布了嘛，哈，在宣布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刚刚从我第一个发言到这样转了一圈，就这样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发生了很多的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画面，哈。郭台铭他跑到了这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去，他拿了麦克风在讲话，旁边吴敦义主席、郝龙斌副主席是听着他讲话，下面的中常委，然后讲话之前呢，他先转过来跟国父遗像鞠躬，然后呢念国父遗嘱。那很多记者想说，哎，这不是以前马英九开中常会的时候要先做的吗？对，郭台铭这一次真的有备而来啊，他有备而来。然后呢，在发言完之后呢，蒋公遗像、蒋经国遗像，因为国民党中常会有这三个，全部三鞠躬，而且呢，他不是有戴一个国旗的鸿海的一个帽子吗？脱帽，然后呢，站定位以后，先凝视大概三秒钟，再开始鞠躬。所有的中常委在现场，还有所有的年轻记者在现场看了以后都，还有很多在看网络直播的网友都说好有戏啊，郭董来真的，好，就是好，他在中常会拿他宣布他要选了啊，所以从昨天前天这两天要不要选，可不可能参加初选，他至少做到了一点啊，因为他基本上不算政治人物，可是在这个二零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啊，包含我的学长周协伟县长，好，没有像他那么快速啦。两天就直接公布答案了。那韩国瑜的市长到底要不要选？我们已经讨论了半年了嘛，还没有答案嘛，就看起来他有意愿。可是高雄是怎么办？等等哦。所以郭台铭有郭台铭就是比较快刀的一个部分，有没有斩到乱麻我不知道，但很快两天就告诉你选。但选的问题，这些他的企业后续啊，因为鸿海这几年都推动专业经理人制啦，他的子企业还有等等的东西，我相信要交代，然后分出去给专业经理人去经理，然后呢，他自己的财产信托2000多亿等等，应该也不是问题。但重点来了，重点在于郭台铭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跑出来选？那我也跟大家讲，其实他是在他的友人们圈禁之下，他开始接触而且起心动念这个事情。那他的起心动念，我刚刚也说了，我的了解，因为我跑政治啊，我跟政治人物蓝绿其实都有一些接触，可是我没有跑财经哦。我跟郭台铭本人其实并不认识啊。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访问到他的时候，那看看他到底怎么想。但是郭台铭，他基本上他的这个企业已经到这种程度，我刚刚第一段也有讲哦。我的了解是他有去找马英九前总统跟他讲，请他带出来，因为他说你可以选啊。虽然现在民调看起来不是，你说他去敦请马英九出来选。他请马英九出来再选2020，理由很简单，因为郭台铭他很担心台海之间的这个危险或冲突会升高，而且看起来是会，尤其是他看到了最近的这个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的这个激烈的党内的竞争之后呢，他觉得这两位不管是谁最后出来，应该都会让台海更紧张，因为都已经是属于爆冲型的，就是我跟你玩到底的。那刚刚沈大佬也讲，就是这个。中间可以再做一点修正，那现在民进党被质疑的就是那个民进党初选一直修正，大家就会不喜欢了。所以郭台铭，我倒是觉得刚刚子哲讲那个是重点，我也去查了，子哲不是自己讲的啦，那个李哲华主委有这样说了，可是这一定会被后续质疑。你在4月16号才完成缴党费，那可能后续会有刚季，对，那你现在用那些都可以解释过啦，可是其实这一定会被质疑哦，这一点。那因为郭台铭他担心台海之间未来可能会有更紧张的关系，甚至爆发武力的冲突，所以他觉得不行，马英九你要出来。可是马英九告诉他没有这个意愿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又觉得现在可能那么在台面上的几位呢，让他没有觉得像马英九这么让他放心，就是台海他有他的看法了，民众未必会支持他，所以最后在他的一些亲友以及他的政治圈的朋友的劝进之下，他就决定出来。那他既然决定出来的话呢，我刚刚讲的，我刚刚第一段最后我讲到第三个，有没有，我不是说我告诉你一定是韩国配，不是，而是说韩国瑜自己，对不起，郭台铭自己能够往上走到能够选赢的情况下，没有这个问题。但如果民调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后续发现说韩国瑜能够吸引的那部分他吸引不到的时候，他的最终的目的不是我来当总统，他最终的目的是郭台铭希望台海能够
情绪和缓，不要战争的情况之下，任何可能都可能发生啊，所以那是摆在最后面的。如果他能做到我刚刚讲这些点的话，他能在国民党党内的初选赢过周锡伟县长或者其他几位被提名，然后呢也可以资格符合，然后民调也不坠，而且呢在柯文哲出来的情况之下还能够稳稳的赢过，也不需要去结合其他力量的话，那当然就是他。但如果不是的话，他的目标不是我来选一次总统选爽的，选输了也没差，而是他希望，简单这样讲了哈，他希望民进党2026不要再执政。希望国民党能够再执政，简单说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用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参选，而且要走初选。那所以未来只要能够让他的这个终极目标达标的各种可能，我相信都是可以被他接受或讨论的。简单放手让韩国瑜选就好了，韩国瑜没有要选啊。而且你看哈，他在4月15号的时候还说，总统人选他没有支持特别人，他支持对台湾最好的人。然后又告诉大家说，大家都认为韩国瑜是最好的人。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他应该认为说，刚才所考虑那总统的因素，韩国瑜是可以处理的嘛？虽然他去找了马英九，觉得马英九可以选，但是他已经认定韩国瑜可以了，他为什么还要在2天内啊，就是现在立刻决定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你都认为韩国瑜可以了，那秀文姐，我补充一句啊，所以为什么像可能大佬你在听第二次就觉得我讲的没有那么荒谬了？我觉得大家可能初听会觉得很荒谬，就是韩国配，你说韩国配还是郭韩配？韩国配，两个都不可能。对，我知道，因为刚刚赖老师也讲，不可能的。你再听第二次，你会觉得不可能的，因为我刚刚台湾的副总统是虚位元首，哎，他没有任何权利，他的任何权利，他连请客吃饭都要总统同意，哎，总统编预算给他，他才有钱请客吃饭。总统不给他那个编预算，他一毛钱都没有的。如果是韩国配的情况之下，他绝对不会是一个虚位的副总统或者是虚席的，在财经方面他会有很多牺牲太大了，牺牲。好，那所以就是说我就对我们明确讲嘛，不讲虚的嘛，这么大的一个牺牲，结果是一个虚伪的副手。回到台海不要发生战争的这个大前提之下的时候，可以做任何牺牲。后续再观察。他当选总统，台海就不会发生战争吗？嗯，本来就不会。而且我在这里，我听到假议题，是假议题吗？我觉得假议题不算了。我今天要想请教一件事情，刚刚提到那个这个马总统，他鼓励马总统出来参选总统，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马总统不是组了一个基金会吗？那郭台铭有捐了一部分的钱给马总统嘛？对，对不对？好，那我有一个朋友讲说，这个钱不晓得到位了没有？啊，我今天也想请教一下，我今天没有任何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展开初选模式了吗？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任何人要出来参选，你就必须要去思考，我一定会面临到的厨房的那个热，我一定会面临到所有人家会对我提出来的问题。他肯定过韩国瑜，他还肯定过马英九，然后今天是他要肯定他自己。这个部分啊，我想外界有个迷思了哈，就认为说，因为郭台铭在大陆的企业非常的大啊，那么他跟北京的关系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迷思啊。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交锋的时候，也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川普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的时候啊，我很清楚了，我这个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啊，因为我在场，不是我在贸易战的在场啊，是。北京中南海那边判断这个川普他发动的贸易战的目的在哪里，他们在判断的时候，那他们认为是要压制中国大陆的发展，所以他们把他思考了判断了以后，他们认为这是另外一个鸦片战争。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习近平在很多的重要的会议里面都谈到鸦片战争的问题，谈到甲午战争。在这个战争这么激烈在开战，中国大陆以一个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去跟美国交战，那么已经战了一年了，中国大陆是没有退，表面上大家都以为退，其实不断在交战的时候，郭台铭带了一大笔钱跑去美国，那么去跟川普那么见面，那时候有两个企业家，一个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一个就是川普，就是郭台铭。其实对中国大陆的解读跟我们台湾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台湾解读认为说，哎，郭台铭跟这个美国总统的川普的关系非常好。北京的解读是我们现在在交战，你在这个发动战争的敌营，你在这个地方对他示好，那么去投资，你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你认为郭台铭跟北京的关系有报纸写的那么好吗？其实我对这个部分里面我是存疑的。所以郭台铭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这一年这个鸿海的股票腰斩嘛，
哦，也就是说他在很多地方的推动里面，他对于政治的敏感度跟政治的掌握的力道，其实并不如外界想象中那么的精准。政治的手腕这个部分，其实我是保留的，我并没有像外面的分析师认为说那么的稳当，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是说，你对于这么多的股东，就是股民80万的股民，那你在这个部分里面，大家会关注到的就是鸿海的股票会上还是下，因为这牵涉到很多人把他的退休金压在那个上面，他本身也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对于这个部分里面，你郭台铭你也要对你的股民要有交代，对你的股东要有交代，也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稳住富士康那么的，或是鸿海本身的股价不会往下掉，这个部分里面，当你放手出去的时候，能不能把它经营得很妥当，这个部分当然台湾也很多人也有考虑。还有第三个部分里面，就是说对于这个郭台铭的性格来讲，我们常讲到，你当你是企业家的时候，你有钱，你有势，你在你的里面，你对媒体你的态度可以是那样。可是当你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那你的态度可能就不见得是那样。我只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这对我来讲其实是有影响的。我记得有一次啊，应该在去年，那个时候我们旺中集团，我们有一个新闻，就是报道到这个鸿海啊，跟这个夏普。就是富士康跟夏普的一个采购并购的一个问题，东芝，对，跟东芝哈，跟东芝一个并购的问题。那我们接到了这个讯息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请了我们在这个日本的特派员去查证这个消息，有查证哦，所以完全符合新闻专业。那么查证的结果之后，确实知道这个并购案是会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把它如此的报道以后，这个郭台铭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召开记者会，就在电视机面前里面把报纸撕掉了。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是善尽新闻之责，而且我们是让我们的读者有知的权利，然后我们有经过查证，完全符合所有的新闻的规范。那这样的一个撕报纸的一个态度里面，使我们感受到说，哎，这样子的态度是非常的不应该的。那如果你今天当总统，你会不会对于批评你的人？批评你的意见，电视台或是报纸，你会不会也会指挥 NCC 像苏贞昌干的一样？而且你权力更大了，你会不会指挥 NCC， 然后就对批评你的媒体，那么进行攻击或者进行压制呢？我们会担心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郭台铭对媒体，前段时间联合报也被郭台铭修理嘛。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郭台铭如果要成为政治人，要参与总统的选举，你必须要先对这两个报纸要有态度。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先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尊重新闻自由，尊重言论自由，为当时的粗暴的行为，为当时粗鲁的行为破坏新闻的自由，新闻的报社的尊严，我要感觉到道歉，我要跟你说对不起。我觉得至少要有态度嘛，这个是一个未来要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候选人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嘛。不然坦白说，在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怎么可以撕人家报纸，这个跟罗文嘉当时做的动作有点像，哎，什么拒看联合报的运动啊，撕报纸的一个动作啦，我觉得这个动作是有点像，这不好。哎，韩国瑜跟郭台铭啊，是彻底番薯化的偶啊，而且不写欧韩族是纯粹的欧啊，但是番薯化的程度非常彻底，两个人的同质性非常高，所以那一段期间呢，我不排除他们两个人是彼此是惺惺相惜。然后到了后来，我认为郭台铭由起心动念一个变得一个很大的转折。所以我们刚才看哈，郭台铭在中常会唱国歌，那我们的韩国瑜在美国加州也在唱国歌啊，你看多像，隔海唱和啊，哎，非常的像啊。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同质性太高了，都是所谓典型的中华民国派。那中华民国派看在北京的眼里哈，这个难搞，这个哈推迟了我收复台湾的时程表。这看在绿营的眼里哈，哼，这个有卖台的嫌疑。虽然你不是很公然的公开的卖，但是你的做法会让台湾迟早落入老共的手里。一个看他说，哎，你害了我的收复台湾；一个看他说，哎，你加速出卖台湾。这个两个互相之间的矛盾跟冲突啊，这个就是中华民国派终于闷了这么久以后扬眉吐气的一天了。所以之前丢给韩国瑜的红帽子，现在全部都会丢到郭台铭身上。连最近很红的李毅教授啊，都讲
如果是韩国瑜，那现在当然也可以讲说，如果是郭台铭当了总统以后，台海起码有10年的风平浪静了。哦，所以哦，这个是民进党现在心里头最怄的一点，你知道吗？他怄到哈，因为不晓得如何反驳他们，所以我刚刚跟那里哈，跟那个降息哈，过那个韩国瑜昨天在美国讲说，由爱情文艺片变成武侠片，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轻佻了。为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爱情文艺片吗？那你们都是才子佳人的了啊！如果是才子佳人，为什么搞不出一个候选人出来呢？没有，他之前是应该是说大家都还在谈论的状态，你选还是我选还是他选？现在真的要开始。而且哦，在语，而且这个在语义间哦，是看不起爱情文艺片哦。你看不起爱情文艺片的话，女性票都跑掉了。好，那你现在武侠片为什么搞进来了？一个郭台铭啊，就变成武侠片了。这唯一的变化就是一个。这一个那个郭台铭嘛，啊，你现在又不排除自己啊，所以就两个武打明星就比武啦，对啊，就是郭跟韩嘛，就比民调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啊，跟的不会同时存在而到达要必须对打的局面了。所以今天大家鼓励他参加初选啊，参加初选不就到对打了吗？不是啦，我不是鼓励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要嘛，因为韩国瑜现在不要嘛，到目前为止还不要，除非明天。改变了，可你刚刚说他现在情势改变，他可以要啊。我替他解围嘛，因为那一天心肠不好，你想他的意思是让我把他咬定说你不可以，因为你违背你过去的讲话，我替他解套可以，因为情势改变了，因为郭台进来大佬认证可以，因为情势改变了。那我问一下，这个同样也要参加初选的周县长可以吗？其实啊，韩国瑜的为难大家都知道嘛，不是一句你说可以不可以。你要跟不要就可以解决。如果真的这么容易的话，早就解决了嘛。另外一个，我觉得韩国瑜这些比喻啊，大家听一听，其实啊，某种程度其实反映出来大家的感觉。你现在有初选，不就上擂台了吗？擂台不就是武侠片了吗？这很简单嘛。所以就是打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啊，都不会是成为真正的问题。